得为我的女神做好准备。选择科系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的女神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可以帮她。我一直以为你会走餐饮业，怎么会做发型师啊？因为我受到一个人的鼓励。谁啊？金泰熙哦。金泰熙？嗯，最好是。真的，我得为我的女神做好准备。选择科系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的女神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可以帮她，A， 帮她的狗狗治疗便秘。B， 帮她插一束漂亮的花。C， 帮她修理马桶还有排水孔。或是 D， 帮她剪头发、做造型。最好是。真的，我的计划很成功。至少成功了一半。哪一半？成为设计师的这一半，剩下的就等金泰熙来了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帮金泰熙洗了头，哇，那超励志的哎！那金泰熙就是你的亚洲力量。嗯。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，闭上眼睛，用心看清，我真的爱你。剪刘海吗？你就这样一次一小段一小段平平的剪就好了，就是手伸空的剪，我有点怕。不然你想怎么剪？这边又高一点。右边又高一点。这边再剪一点点好了。啊，终于剪好了。小猪猪，你是猪吗？你把我剪得像我怎么见你哥啦？也许是从那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，如果有一天我的女神又要我帮她剪刘海，我一定不能搞砸。